戏剧情前三十第二场户外宣传活动，汹涌的人潮挤满了 Eastpoint Mall。 电视剧主题曲歌唱比赛第一场半决赛，娓娓动听的歌声吸引了不少目光，加上黄新慧、郑可唯分别演唱的《猪仔管人家》《我们等你》主题曲，炒热了现场气氛。熠熠星光总动员的主持人甚至走入群众，即兴玩起寻人游戏。微笑正义演员们台上抢拼图，台下一样笑得不亦乐乎。我们等你演员们压轴登场，马上尖叫声四起，帅气偶像跳起流行舞曲，激动呐喊声不绝于耳，和心仪艺人近距离握手互动，又有丰富奖品带回家。想一同感染现场的热闹气氛，10月的第三场户外活动再次与你相约。